就给你，有悔有得要救你的囡仔，遐要连性命拢无去。你若是搁有一点良心，就应该甲代志讲个清楚一点。对啊，除了我个人的清白，这件代志搁牵连着几啊间公司呢，拜托你一定要老实讲好无？敢是你哦？有甲你讲啥物条件，所以你唔敢承认，甲你哦有交情？无啦，是因为。 我欠你有钱啦，还佫拄仔好知影，伊要比如善待环保建材。啊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佫被通缉，需要钱偷渡。所以，偷渡八百万有够你偷渡啊！想到白白总这八百万回去你的口袋。迄八百万只干来当补我公司较早所了的钱，我需要的是大条钱，所以我先把八百万还予你哦。 然后我帮助伊得到票啊，我定着伊会互我一笔钱，会当照顾我甲阮囝以后的生活。哎、欸，有影，迄坐摊还开足侪钱诶！我真正毋知影你为啥一直想要替李友伊脱罪，啊，毋过即件代志看起来，伊一定有牵连诶，即你一定爱讲我清楚才会用。真诶啦，伊真正啥物拢毋知啦，即一切吼拢是我设计诶啦。李友是代志发生以后。 伊才知影的。啊，若照你安尼讲来，这代志甲苏安杰的项根本就无关系啊，爱上冤枉的哦。是啦，我是实在有点，才会知影，因小妹负责票啊，才会借这个机会要甲陷害，让你哦会当得到票啊。OK 嘛，这件代志哦，真正甲你哦无关系啦。你若无希望。 有地被陷害，嘛请你哦，莫陷害你哦，好无？你无想要承认嘛，不要紧啦。啊，不过我问相信你有啥物都唔知影，你介意绝对是感动的啦。伊个理由不但走去阮建材搞呛声，甚至录音，佮断章取义公开播出。伊唔知影，毋是超工的哦，才有鬼嘞。我绝对要告伊啦，你嘛共款啦，你就等你食免钱饭啦。啊，不过这几件代志，关系到美景大地。 还佫有三代万年的名声，啊！即个标案的代志早就传出去啊！啊，即马咱若是无直接的证据，会当证明即件代志佮你有关系，都佮你哦佮有关系的纠纷，我是惊讲会互社会大众有无好的观感。确实有甚物无好的观感，我无做的代志哦，我就是坚持要告到底。啊，就亲像我讲的啊，代志传开啊。 社会大众心肝都有想法，啊，恁厝的身份背景较特殊，优惠伫咧万年上班，佮甲三代有合作，恁两个要告，敢会到想，个人感觉，啊，恁是关咧逼老百姓，颠倒害人的变做是受害者，安尼哪会好啦？啊，不过所有代志无得到一个澄清，优惠，还佮有优惠厝内人所受的伤害，要安怎弥补？ 这方面，就请阿嬷出来看丁杰的姓名，还苏文建材行亲笔。啊，若是讲馆长伊同意，嘛是会当出来表示讲，这一切拢是误会，袂阁追究啊。啊，互代志到一个阶段啊，一方面解决问题，啊，一方面嘛袂当表现出馆长因厝的风度啊。啊，恁大家认为呢？ 刘表，我感觉沈副总讲的嘛是有道理啦。啊，若真正拍官司哦，嘛不一定会较好，颠倒有可能变做咧媒体记者炒作的话题啊。啊，唔通不甲不了，咱无做的代志，啊全不甲有理说不清，啊颠倒唔好。我想要紧的，是阮苏安建材行的名句，啊，搁有是毋是当还我一个清白？若是官司会用撇，咱就尽量撇。 好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当作一个小业障啦。啊，受伤上严重的，伊回头无想要追究啊，我是要告啥？嗯，是啊。啊，这个害你叫冤枉，佫失去摕到标案的机会，我真感觉足歹势。免歹势啦，以后若是有机会哦，叫阮的建材，帮阮进进拢拢趁钱，我就真欢喜啊。哦，喂、欸，馆长后生、新妇，还佫查囝。 不等开始无共款的哦，馆长媳妇，我昨天先讲中哦，然后适合 case 哦。
头前找你合作，哦。真是了，多谢你。哎呀，人家讲哦，有得必有失啊，有失必有得。看起来咱这边哦，等到赚愈多。这件代志吼，有份受伤上大啦。啊，有份若歹追求吼，咱大家讲定，就安尼准煞去啦。主席，你先行走。等一下，到哪里去？虽然太阳即摆原谅伊，也毋过咱现代包青天讲有最大受法律的制裁，所以阮已经报警啊！即摆警察伫外面等你，走。尤惠啊，阿妈安尼原谅你，你原谅阿妈未？阿妈，你有你的立场。假使迄时阵你甲文亮若是听话，恐惊传出去哦，以后就无人敢来三台投标啊，对不？安尼你是毋是继续愿意倒转来负责美景大地的工程？我当然愿意啊。严杰啦，甲尤惠斗三工哦。嗯。文亮，有听下无？嗯。行，大哥妈。代志暂时解决了，应该庆祝一下。我甲找一间哦，来阮台区的小姐新开的鸡肉饭店哦，捧一场，我请哦。阿妈，啊虽然朱经理讲你有甲这件代志无关系，不过我想还是无可能的。而且我感觉你有这人不是讲真正派，所以我是打算讲要来解读环保建材这个行业。啊，不过安尼唔多爱赔违约金。宁可损失一笔钱啊，来当恢复咱三代名声，较要紧啊！文娘，你若力量安那做就安那做，阿妈支持你。我知。来，阿妈请，阿妈请，这里行好哦。你行到嘴哦，阿脚袂好啦，家己大我袂放心啦。你来到我大，嘿，较有伴，我通好照顾你，嗯。阿妈哈，多谢你。较细腻，较细腻，好。哎，看起来这回哦，武则天成功骗过慈禧太后，那照这个剧本走路哦，有一个人的欢心，恐惊要马上取消了然哦。阿雄，啊，你是细细念念什么啊？头家妈，伊的嘴是当讲出什么好话啊？一定是在讲你，啊，无讲小青的歹话啊。打扫你。头家。你莫听村里人胡白讲，我阿雄这个人哦，做人上忠恳，意思就是讲哦，忠心又诚恳啊。啊，其实我头先想讲哦，啥拢总会无爱跟咱做伙转来，啊，而且哦，拖到即摆阁无看到人影，唔知咧变啥梦呢？嗯，讲下，你目标贵哦，今日拢无声。我目标贵，忠恳诚哦，忠心又诚恳。啊，你来讲我来拍位啊。因为伊是上忠心又诚恳的小奸臣啊，常常拢嘛伫咧你面头前讲一套，伫咧头家妈面头前讲一套。打手宴，你唔才是武则天丫鬟。这两个哦，真害呢，真爱打。啊，你安怎看较大包小包是啥物物件？无啦，我去买一寡菜啦。阿爹阿妈，我阁有买吼，你上爱食黑糖糕，阁有仙草茶。有影哦，真好真好，安尼应该无留一只，到你食饭哦。对啊，小青。我有买你爱食的菜啦，啊，原本吼想讲去你厝里找你，想要到阿妈今日甲你带来食。因为阿妈讲我脚受伤，一人无方便，伊要照顾我。伊即摆一款情形，照顾伊是应该的啊，对哇？看到恁即摆哦，感情好，安尼我就放心啦。小姐今仔出院哦，暗顿我来做啦。阿信，春燕，两妹你嘛留来做一只。啊，好啊。想袂到彭小姐的福气，我可以当食着总经理亲身做的菜啊！你若欢喜哦，我就该有伊。大哥啦，嗯，总呢哦，会煮食上赞。我先讲好哦，等下我要食两碗吼，卖搞抢。好啦，阿文大谢谢，我来煮饭哈。文娘，阿妈给你倒水。哎，来，我倒水，我倒水，你倒水。哎呀，你水太好了王母，王母。李伯。哎，哇，李总诶，罕见罕见，啥物风甲你吹来？坐啦，唔知有啥物贵事吼？所有的事
我拢查清楚啊。朱经理嘛已经承认讲，所有代志拢是故意要陷害苏文健在行，还佫有蔡友辉，因拢是欠我的。啊，是哦。哇，这朱经理人哪会这么恶质啊？啊，是讲这朱经理的代志，你来找我做啥？你若是有问清楚，你应该知影这代志哦，甲我拢无关系。啊，不过你嘛利用朱经理的诡计，你佫偷偷录音。你若要甲我讲你甲这件代志无关系，我是绝对无可能不相信。李总诶，一讲起来，我是互伊拖累呢。啊，卖甲虾米责任哦，拢塞咧别人身躯顶。白痴嘛，知影讲哦，这件代志甲最后上大的受益者就是你，敢毋是咧？啊，话哪会当安尼讲啦？我嘛是光明正大甲大家竞标啊，搁假就无成啊啦。我看安尼较规气啦。你将实话讲出来，你甲蔡家到底有虾米私人恩怨？哎，你安尼挑过伊搬这出来，互蔡家人歹看。尤其是咧投标现场，你一直讲优惠安尼泄露底标，青面人就看出来你咧针对伊呢。敢讲优惠甲你有虾米恩怨性？那是有无要紧，即马讲出来，咱现场瞧。李总。你的助理安尼质问我是啥物意思啊？我只是去参加投标啊！恁即马莫名其妙为着一个做唔着代志的资金来质问我，拜托，即马是安怎？我公司甲伊是啥物关系拢无啊？真好，既然你嘛知影讲是资金你做唔着代志，而且所有的证据都证明讲优惠并无泄露底标，蔡友蝶并无收啥物物仔汤，那你这个标案就应该先予当初标着的苏万建在行者。你袂用安尼做，咱已经签约啊！我会当当作这件代志是一场误会，这是我上大的任务，你上好卖两头牵管。无彩啦，无彩恁三代建设吼是咱圈内上有名的大企啊！原来嘛是安尼，老板无讲道理嘛。早知安尼，恁当初就唔免公开招标啊，直接找圈长遐合作就好啊，啊唔免即摆明明是我标着，恁煞反口去问恁笑。欸你真正是用鼻孔来讲话呢？我来请教一下，这个案敢真正是恁标着？那不是你咧现场乱？咧开标的时阵，上接近底标明明就是苏安建材行，敢轮得着你啊？迄天的场面，虽然苏安建材行家己宣布放弃，啊，不过因是为了要表示家己的清白。即马所有事实拢证明讲，你甲朱经理有串通的嫌疑，所以我认为应该停止咱的合作，甲标案先予苏安建材行。李总，你若是想要单方面终止这个合约，那呢我只好照合约行，要求你赔偿。合约顶面写得真清楚，违约方爱赔偿对方10%的赔偿金。好啊，你若是准备好4350万，你终止这个合约，我无意见。我敢有听无清楚啊？4350万，吼！哎，这话你也讲得出来哦？你唔惊笑破人的嘴？我跟你讲啊，你直接吼走入去银行，用抢较紧。头拄我有讲过，我愿意把这件代志当作是一场误会，这是我上大的。因为苏安建材行交有优惠，无想要把这件代志闹大。啊，不过你态度若要打这样硬，我会把这件代志调查清楚，我相信对你是非常好。你是不是有利用朱经理？我相信你家己心肝内是非常清楚，所以我是无可能给你这么多赔偿金。安尼，李总，我甲你讲，赔偿金减一加就赔不起。你哦，大总经理，我阁甲你讲一句，困罔困，卖含你。4350万，你是永远提不掉。啊，看起来，咱已经无啥物好讲的嘛。无送的，阮三代是绝对无可能，予你想要安怎就安怎。你若不好，咱欢迎收起。小金啊，你安尼啊，未好，你安尼就行出来啦，哈！啊，
若要送公文，叫春莲送就好嘛。来，吃吃吃吃。阿妈，不要紧啦。啊，我就当作是咧做复健嘛。啊，公司就我甲文娘伫个啊，你就等下找好啊休困啊，咱就搁走出来啦，哈。阿妈，你已经有货啊，啊，搁伫遮咧操劳，啊，我煞倒伫眠床顶休困，我哪会当安心啦、啊？阿妈，我会较细你个，你就互我替你分担好无？好啦好啦，你甲安尼讲啊，吼，啊，家己较细你嘞，知无？我知影，多谢阿妈关心。啊，阿妈，这是公司第三季的营收报表，我已经看过了。好好好，好。小金，啊，不是叫你当初休困，你才走来公司啊？我嘛是安尼讲，讲叫咱要找休困，伊就讲坚持要来啦。我嘛无法度。文良，我无代志啦。啊，你讲要甲你有谈判，讲了安怎啊？收起来啊，我就收起啊。安那，讲了无欢喜哦。阿妈，我感觉你有这个人哦，一定有问题啦。咱若是继续甲伊合作落去，我真正唔知影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所以我甘愿甲伊拍官司，我嘛绝对袂当让伊毁掉咱三代的事。文娘话大概这样个，看起来代志无抽屉空间啦。明明就是伊甲朱经理串通好演出出去，而且摕到咱公司的案件。即卖哦，竟然搁开嘴爱咱付10%的违约金，就是4350万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所以我想讲哦，要征求阿妈你的意见，违约金我是无可能给伊啊。我想要用法律来解决这件代志。文娘，你的想法阿妈赞成。那头家恶一个受伤哦，绝对袂通有蛋白伊啦，1500就袂当给伊。啊，你若要甲告吼，阿妈支持你，告到底。这你哦，真正就高明过。虽然我个人嘛是认为讲，确实爱回一点仔教示，啊，不过阿妈，啊，佮安怎讲，咱也无直接证据证明讲，迄个李欧佮朱经理真正有串通，啊，若真正要拍官司，可能爱拖一阵仔的呢，啊，嘛会去影响到要进大地第二期的进度啊。所以我咧想，咱可能加减拢要付一寡违约金啊。阿妈，你互我迄个讲看卖好无？真，阿妈是知影你谈判能力是真好啦。啊，不过你即摆行行动都无方便啦，还是文娘去好啦。阿妈，我只是要甲对方谈判，也袂安怎啊。你放心，我会讲甲，互阿妈你满意的。无安尼啦，文娘啊，你陪小金到底去啦。阿妈，我知啦。不过对方的态度打了真硬啊！不要紧啦，你相信我，阿妈都已经放心交给我，我袂提三代名声放心笑的啦。好啦，阿无你家己较细腻啊，若是有啥代志，你随打电话给我，千万莫甲迄种人硬拄起来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较细腻。李白。三代孙副总来找你，哎，欢迎欢迎。哎，伊是我电话的人客，若有人要找我，先卡来传你吧，知影无？是。哎，小静，你伤也袂好，哪会走出来？问你啊，真正不知你是安怎办代志的。我若讲唔出来，代志就无法度收煞。办代志真正予人无法度放心的。好啦好啦 ，Take it OK， 莫大家看到我火气就遐大啦。阁无怪你哦、喔，我都已经给你通风报信啊。啊是安怎？朱经理阁会予恁抓到啊？我哪有办法啦？啊，这个主委就是这么戆啊！
我就应该送去安全的所在。啊，伊竟然阁有法度戆到去让李文良因脏着，我有法度。手机也无炸，买了真正发生啥代志是变安怎？我真正想袂到，代志会变到安尼啦。啊，不过我替你设计这场保命演出，应该予你大有收获吼。你阁好意思讲？我这条命差一点嘛，予你害死的。我真正事先拢安排好啊，迄棍仔是经过设计，根本伤袂着人啊。是你家己想过无细腻，才造成意外。小青，我伫边仔看到你位楼顶上位时阵，我真正就惊着安尼失去你。我甚至就后悔做这款的安排。加载啦，加载丁红被保庇，伊平安无代志。即马迄个李文良，伊要跟我解约，阁唔愿付我违约金，你好歹也想办法补偿我一下。总经理，三代总经理李文良来找你。请你入来。恁是要甲文良讨4350万？无唔对啦，恁若是无照这个数字赔偿我，大家照合约行。恁违约，我就会告你。干安尼？到时阵谁告谁还佫唔知影嘞？你莫掠准讲家己的赢面大，即马资金你互掠着啊？你敢真正认为你佫会赢？那调查落来，结果是安怎还佫唔知影？归去安尼啦，咱双方面各退一步，莫莫讲三代欺负你，赔偿金会用有，啊，不过只有1000万。啊，若无真正行法院，你嘛真无办理哦。手机啊，多谢。即摆讲了啥？我提出一个方法，三代甲评委各退一步，因为咱甲评委已经签约啊。所以咱赔偿伊1000万，拿了这合约就取消掉。嗯。你哦，考虑了安怎？敢真正坚持要告？你都答应啦，白白赚到1000万，应该偷笑敢不是？好啦。我就看恁孙副总的面子。OK。好，咱就安尼讲定。文良，你来走。稍等一下，阁有啥物代志啊？好啦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啊。迄天我伫病院听讲，孙副总捌得过肺癌。啊，即马情形安怎？敢有需要我介绍我的医生朋友来甲孙副总诊断一下？唔免啦，多谢你的关心。迄是过去的代志，小青即马拢好。小青，肺癌，小青敢明仔着肺癌过？靠李文良相信，我无像你简单相信。尤美啊，这是你自细汉就上爱吃金柑仔糖啦。因爸爸专工走去买，啊，你真早早去，啊，去你哥若上爱吃就吃，哈。妈，多谢你。嗯，啊，说什么多谢啦？啊，爸爸妈妈为你做诶，迄是心甘情愿诶，你永远都毋免讲多谢哈。
妈，我知这段日子，让您为我生气，为我操烦了啦，啊，请您原谅我对您的恶意。你当安尼讲啦，啊，你敢捌听伊讲，迄爸爸妈妈对着细细囝儿会扣分？你放心啦，你永远是爸爸妈妈的好查某囝，宝贝啊查某囝，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，哈。啊，你行李都看好未？差不多啊啦。咱的飞机是用暗11:50的啦。啊，恁爸爸讲吼，要跟咱做伙去机场啦。啊，你到时搁顺顺看看，看有啥物无错哈。嗯，我先走。妈，请你原谅我欺骗你。智慧，你既然连我电话拢唔肯接，那你就莫怪我。智慧，你先说别接电话啊！我来电显示可能是诈骗电话了啊。喂，喂，你哪唔出声啊？蕾蕾，我来接。哦。喂。志辉，我得要出国安尼，我敢袂用诶，伫最后时间，搁见你最后一面。搁是毋出下电话哦？对啊，实在有够无聊诶。陈志辉，既然你予我安尼歹看。连一点仔尊严拢无，那安尼，我嘛会让黄丽丽搁较歹看，搁较无自尊。咱今年推出的几个建案啊，卖了拢真好，我相信年底员工分红应该真好。真好，今年都真紧就结束啊，啊，刷的就上无用就是会计部，恁来定较调了。是。请明白。阿妈，无量歹势，大家咧开会拢硬交了。不要紧啦，嘛要结束啦，来，优惠，应该，加钱。阿妈，多谢。阿姐，阿姐。小姐，这是美景大地第二期的合约征收条款，麻烦你看一下，若是无问题，麻烦你签好再送单给我们。我知影。哎，应该，优惠，阿妈要甲你宣布一个好消息咯。文良甲小静哦，已经决定讲，伫后个月初，就是咱三代成立50年迄天的好日子，12月初3结婚啦。恭喜你！多谢。多谢。玉慧，你奈无甲总经理甲小静恭喜啊？你未心内阁有啥物希望吧？春莲，等你是咧乌白讲啥啦？我是咧想，小静的脚毋是还袂完全好，哪会遐尼紧啊？不管安怎，我是祝福恁。玉慧，多谢你，你的祝福对我来讲真重要。我嘛是同款啊。文良啊，啊结婚了后，你就成家立业安尼，啊大汉啊啦，阿妈这囡仔头你担担的，才放较轻啊。阿妈，啊你哪安尼讲的？啊，敢讲你要叫阿妈害一世人哦？阿妈总是爱较轻盈的啊，对不？阿妈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要退休哦？我是决定讲，伫恁结婚典礼迄天正式宣布讲，董事长何文良做，啊，你做总经理。啊，三代建设的股份哦，自开始就是拢在我的手头。迄天我会决定讲40%让何文良，啊，互恁两个吼。共同来经营这三代公司。了然，今麦有整天哦，要登记啊。
连这个大嫂宴哦，也得你陪上天啦。你会当搁搁讲啊大声的，看个去用石头咯。阿妈，咱个真正退休哦，我才带你来世界行行。我唔是干那么四界行行，我要来环游世界哦。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甲小金，我已经甲三代哦经营比即马搁较好啦。是啦，阿妈。我甲文良一定会联手，甲你甲阿公起好厝，让咱三代三代进行继续传承落去。阿妈才有文良40%，万一倒一天阿妈有啥物意外，那呢其他的60%，唔都落入本来军营迄边啊？我绝对袂当有这款代志发生。文良，咱讲五子登科，金子、车子、房子、妻子，即马甲看孩子哦，卡加油。你莫干嘞，我讲文良，啊，你个记嘞？尤惠啊，我甲文良都要结婚啊，啊，啥物时阵轮到你甲英姐？我两个真是好事多磨，侬看我结婚了，你红包唔就较大包。英姐啦，安尼较加油哦，甲尤惠你到手，知无？阿妈用开嘴啊，我在做孙嘞，使命必达。嗯。张辉。我妈妈、我阿妈拢叫我追求你，加上我是最起三人组。卡叔讲哦，你若不答应做我女朋友，我就无面子的。你不要别讲话啊，明姐，查甫囡仔面皮薄，啊，阮这么侪人伫个，有回来好意思回答啊？你应该带伊出去约会，等气氛较好的时候再问伊啊。进前有条投票的代志，我甲大家心情拢无好，即摆代志过啊。应该个心情放较轻松的，尤惠，我带你来行行。袂用的啦，我过去公司无用的，袂用该出去佚佗。你是干啥？我在总经理做你的靠山呢，等下我就打电话骂，替你请假。对啦，英杰啦，今朝尤惠出去好好行行咧，去约会啊。好啊，今晚我就带尤惠来行行。阿妈，文良，再见。我去过真侪所在，主要是感觉台湾物件上好食，所以住伫台湾就上幸福。我还记细汉的时阵啊，我爸常常骑脚踏车载我去西雅市安尼，我那位第一单食到最后一单，后来伊做议员啊，愈来愈侪人捌伊。我食第一单的时阵，就有足侪人过来哦，要甲伊笑，我根本都食袂落，所以后来我就少少去西雅市啊。不要紧，今嘛有我陪你。我会当为第一单陪你食到最后一单，我就不爱，会肥死。啊，对啦，看你开讲正经代志袂去做，还敲电话替妈替你请假，挑剔。喂妈，我想要替尤惠请假，所以等一下陪你去公司啊。陪你去公司哦，是安怎？因为我看蔡优惠最近压力最大呀，所以我想要带伊去行行。妈，拜托啦。你替伊请假是为了要你去，妈妈当然嘛讲会用的啊。多谢妈。阿弟阿妈，我拄好去三台啊，我听阿妈讲文良还佮有小金决定啊，12月初3要结婚的。而且阿妈嘛决定第一天要正式退休啊，以后董事长就是文良，总经理就是孙小金啊。阿妈佮有讲哦，要过40%股权给文良的。妈，妈，我跟你讲话，敢有听到？哦，有啊，我有听到。你替妈妈甲文良讲声恭喜，哈。这风景真啊，足水的呢。看看哦，心情真正会较轻松。那是因为投标的代志你解决啦，你无负担，才会感觉心情轻松。那若前几天哦，就算讲我带你去加拿大，你嘛无心情通欣赏。有可能哦。
手啦。你孙小金真正是不简单，竟然有法度骗到文良跟伊结婚。不用的，我跟想一个办法阻止一下。喂 ，Jeff， 是我。顶面我拜托你查资料查了安怎？孙小金的资料跟我喊了排查。哎，雷军啊，你嘛知影病院因为要保护别人的隐私，所以讲处理起来有较困难淡薄啦。就是你代志无遐尔简单，我唔才要拜托你查。你是唔通袂记哦？顶面你要介绍药啊代志，我是介绍科院长给伊呢。我的代志拜托你，较紧调查下好不？我嘛知道啊，其实我接触迄个医生哦，已经替我说服到差不多啦。伊稍等一下就会给我回应啊。伊将联络方法、甲提供病历的条件拢甲我讲。好啦，无论开出什么条件，我拢会尽量做到到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啦。Jeff， 只要迄个医生来，当确定要给我治疗，我拜托你，跟 fax 好吧？拜托你。无问题啦。多谢。你也挂是吧？没啊。拢拍卡枪啊，搁讲白，来，别停叫。优惠。叶贤哥。做我女朋友吧。陶友辉，请你做我李英杰的女朋友。英杰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无想要骗你，我嘛无想要利用你对我的好。你嘛知影我心内还佫有另外一个人，虽然我真打拼要甲伊放袂记的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唔知影。我搁爱用偌济时间，可是我即摆就甲你交恶，对你根本就无公平。不要紧，只要你答应甲我交恶，我保证我会比任何人搁较爱你。我用我上大的耐心弥补你心肝所受的伤害。只要你愿意答应我，我一定用上紧的时间予你爱着我。当然我嘛会等，我会等到你的心肝内。无迄个人为止，到时阵就干剩我一个，永远无伴。我保证，我会永远对你好，我对你的心嘛永远拢袂改变。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家己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你遐尔用心为我付出，
不顾家己的性命危险救我遐尼济遍，我的心内除了感动，还佫有感谢。我愿意做你的女朋友，甲你交往看卖。大家有听到无？庄一辉愿意做我女朋友，伊即摆已经是我女朋友啊！我真无爱，我要全世界拢知影你是我女朋友。大家，庄一辉即摆是我女朋友啊！大家恭喜我，恭喜我，恭喜你个！上海投资计划书我已经 fax 过去啊，你有照顶个还没做？啊，那普通别墅啥，你看处理安怎？随打电话甲我讲，我阁甲你指示。嗯，好。李白，文总裁，三代叔父总来啊，亲爱的李白，孙小静，你卡着还袂好嘞，来阮万年有啥物贵事啊？你哪会无找我上你的乖啊？